请掀开经本，六十七面，六十七面。最后一行啊，六十七面最后一行，作势恶苦第三十五，佛在这篇经内面，要详细甲咱说明一个世界的状况。劝咱断恶修善，离苦得乐。听看经文，佛告弥勒：汝等能有出世，专心正义，不为众恶，心为大德。这句话非常的明显，一个德行的标准，都是要断恶。如果咱无做恶，就先就家己的德行了。当然这个信心有个性啊，做恶业，专心正义，就做未到了。这专心正义，跟儒家讲的这个心意啊，这心意正心，意思是同款的。儒家的这个。德学的基础啊，就是建立在心意正心。咱这个一个开端，也是用这个来作为标准，不做众恶。所以才好了。为什么佛给咱讲出这是德行？不但是德行上大德的标准啊，十方世界善道恶效，以可开化，为处我恶世间最为极苦。这句话咱听到了后，详细去甲想看卖，会当理解。过去的社会，以咱这个世间来看呢，过去的社会人口少，风萧春雨淳朴，佛法教学的推行啊，比较比较顺利，信的人多啊，依照佛法修行的人也多，当然成就也多。也看咱现前这个社会，甲较早是无共款咯。哇，一句话讲，改变的太多太多了。古人绝对是无办法通想象的。孔老夫子所谓百世可知啊，大概百世也唔知影，也无办法知影。为什么呢？百世可知是有一个标准存在，现在这个标准失去了。啊，较早是什么标准？伦理道德的标准，无论是国家不及，总在这个标准线的上下范围的内面，未讲有真大的超过。现在这个
伦常啊，道德啊，世间人拢甲舍弃了啊，所以现在这个超出啦，就太多太多了，简直是无法度人想象。人甲人之间，国甲国之间，拢无道义通讲咯。纯粹啊，是讲厉害，厉害啊，是千变万化，但讲无共款。所以，这个是难以无聊啊，无聊袂着呀。呀，按你来看，这个大诶世界，大宇宙。有真正侪诸佛刹土，善导恶消。诸佛菩萨伫迄边教化众生就容易咯。啊，咱即个世界五浊恶世，伫即段内面要甲咱讲五种恶，主要也是讲即个是即个恶。一个五恶啊，就是在经内面常讲的杀盗淫妄酒，这五种，这五种确确实实将世人的心完全迷惑了。最为叫苦，就是比较其他世界来讲。咱犯着这个过失啊，是最严重的。因此，这个众生在这个世间也非常非常的苦啊。我今有此作福，教化群生，令下我恶，弃我痛，离我羞，行化机义，令其我善。一己福德，福德即地，佮用先卡方便，甲咱宣示佛教学嘅目标。啊，佛教咱虾米呢？这嘛是真正具体嘅解答。佛教咱断恶修仙，佛教咱如何得到真实的福德？也伫这个世间实现生活不容易啊！所以咱伫真侪大乘经内面看到十方诸佛对有释迦牟尼佛的称赞。这是啊，真难得、真稀有的一件代志。佛教咱下五恶，就是杀盗淫妄酒，爱给下掉。这五种恶是因呢、啊？弃我痛啊，这个痛加羞是苦不？啊，痛是痛苦啊。你做做这五种的恶因，一定会得到苦报啊！啊，会带来苦报啊！杀生带来是疾病、短命，这是杀生的苦报啊！这咱来知影的。咱要健康，要长寿。健康长寿对倒位来呢？对不杀生。佛在《大乘经典》内面，劝菩萨唔通食肉，唔通食众生肉。这个、真正是健康长寿之道。就是讲做袂到，绝对唔通杀生。一个戒律内面有开言，会使食三净肉。什么叫做三净肉呢？
无看到咧台，无听到台的声音，不为我杀。这个市场内面，你所买到的，这拢会使讲是三净肉，绝对啊，唔通去买活的啊，家己啊，转来台。或者是叫人抬，你看到叫伊甲你抬，抬好炸转去，这是绝对也袂用的。这反这是真正造成重大罪业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偷盗，偷盗所得到的古宝是贫穷。咱想要富有，想要家己的财富会当永远保持，你袂失去。遐你还知影怎样啊？去修因，时时刻刻存着道心啊，你的财富就袂当保持，绝对是保持袂久啊。第三种是邪淫，人拢希望家己的家庭美满，家族兴旺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绝对爱呀禁止邪淫，你的家庭会幸福啊，会美满，会兴旺。什么款的古朴拢有业因的啊？呀，咱伫社会上，得到大众的信任，就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援、支持你、帮助你。这一点啊，言理有信呐、啊，绝对唔通妄语。你才做会到啊，才会得到大众的信任。你在社会上，这个事业就一帆风顺了，得到人的尊敬，得到大家的信任。那是只有这条街呢，只有啊。迷惑人生啊，饮酒醉了，对我家己的言行未当控制，往往做做罪业，做了故事，水酒本身啊，饮酒本身无罪，酒醉了后啊，乱性。产生严重的故事，所以好像这条也列入当界之一。佛法界都虽然多，最重的就是啊，这五条叫五戒。对初发心下佛，一直到菩萨，拢总拢爱遵守。在这篇经里面，主要的是讲这个意思，教咱断恶，就是断这五种恶；修善就是修这五种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念佛，希望求生净土。这五条哪做未到呢？佛号啊，念起搁较侪，念搁较好，也未当往生。你来问我为什么呢？真简单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上仙人故回一处，你不仙啊，因拢是仙人，这个大家斗阵啊，总是格格不入啊。先甲先相应啊！在这篇经里面，实在讲呢，
就是做事大德，常常教人持戒念佛，这就是戒律。虽然关于戒学，唔免去别个所在去查，无量寿经内面有现成的。这个通啊是花布啊，都、就是现制的古布。烧呢，烧比通骨较严重。烧是古布啊，就是将来一定第三道。地狱五鬼贴身叫做烧啊，那、啊、绝对不是现前这一生痛苦就刷去了，不是只有一摆啊，后来也过会苦啊。这个痛啊，就那像先开花，开花了后会结果呀、啊，花不好啊。果报一定庄严，花报那无好，果报就会当常常会到呀。行花基意，行这个意就是心，就是妄念、贪嗔痴慢。行是行好，花是该转化。转烦恼为菩提，这叫做化；转杀害为慈悲，这念头啊，叫你转化过来。这是佛教学的目标。然后你才会真欢喜的去持五戒，这五善就是五戒啊。我戒十善，家己非常乐意的去修学，自自然然会感到福德。啊，真像拄则讲的，长寿、健康、富有、家庭事业大项美满，一定会去得到。这是现前可以得到的。下面就详细讲咯，何定为我？这个我先我恶啊，是多五条呢？这段文真长，也分作五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讲杀生恶，世间诸种生类。欲为众恶，强者福禄，专上克制，残害杀伤，敌伤吞啖。这是咱今仔日社会上常常讲的，那就这是啊，互留之间的真理共款。所谓六六共识啊，咱看到这个事实，这是不是一个真理呢？不是。那究竟是什么款代志呢？实在讲叫冤冤相报啊！是啊，这款代志。千万啊，唔通错认咯。那亲像迄个弱者，应该都互强的来吃，应该都互强的来欺负，唔是安尼生呀？佛地经上甲咱讲的话，达句拢是真实。佛讲，人死为牛，牛死为人。这一生你是人，你比羊强，你抬伊加伊，到来世伊变作人，你也变作羊了，伊也抬你买加你，冤冤相报啊，无完无了，
这个啊，非常的可怕，这种是事实啊。冤家债主来投胎真多啊，我早年在台北讲经，每天都来听经的有一个乌老技师，他是宁波的人，过去在上海做生意，生意也做得不错，晚年合佛了。他跟我说一件事情，这个事情是真实的，是他一个朋友也是做生意的发财了，这是在上海发生的。有一年在做生日，大概是过五十个生日，来的人客啊真多。伊这个财是安怎发呢？是伫二次大战的进程，伊对一个德国人退做工，这个人真诚实，真老实，守信用，做代志真勤快。而且主人是德国的生意人，真疼伊。战争爆发了后，伊就回国咯，就将这个公司啊托给伊去经营，也是经营了袂歹，所以以后真发达。呀，这个德国的头家抗战了后也一直无转来，以后听讲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财产就变作伊的咯，把人的财产变作家己的咯。当然，这个也不是霸占来，因为伊是委托予伊啊。但是这个主人死去了，就祖祖连连变作伊的咯。呀，伊有生一个囡仔，囡仔这个时阵大概十一厉害。啊，可能就是主人回去到德国无偌久啊，就死了。啊，你投胎就来到因家来做伊后生，所以这个财产也阁是伊的啊。啊，这个宴客当中，伊这个忽然间看到迄个囡仔，迄个啊面貌，伊一个人看到呀，别人无看到。这个囡仔的面貌就是迄个德国人啊！啊，这个时阵有一点啊，佛知影佛法，伊知影了，伊知影是伊的主人过来了，这个财产是伊的啊！这个囡仔看到这个款，就那像一个了不起囝共款。伊讲伊有一个朋友，伊读书的时阵，辛苦赚十块，迄先十块真大钱啊！但是涂骹是因老爸一个朋友看到，该捡起来，叫伊来。伊讲来，你叫我阿伯，我将这个钱啊还你。这囡仔点头讲，你叫我阿伯，我又过好你十块。哎呀，简直是不得了的囡仔。也这个伊啊知影，但是只有这个囡仔尔，也非常的疼伊啊。哎呀，在这个宴会当中，一个发现知影讲投胎来啊，同时就宣布这个财产全部给伊后生，同时就宣布啊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。以后这个啊，了尾啊，囝就减了一点啊，也收敛一点啊。这个、老岁仔真聪明啊，真了不起啊！这是说明人死去投胎啊。所以讨债害债报恩报怨啊，这是啊真的啊，一点啊都无假。所以这个佛祖四种的缘分，好甲人讲的啊，报恩呢，那就是孝子贤孙啊，那唔免教，伊是来报恩呢。报怨的呢，过去你家有修分，有过节。总会变个你家破人亡啊！还是来报怨的啊，都、就是讨债啊！
真像乌老技师迄个朋友后生，迄就是来讨债，有害债啊。所以咧，无即个瓜葛啦，未来到一家来。凡是来到一家来，就是这四种缘，一定爱清楚，一定爱明了。既然来咯，来咯的时阵，怎样合法咧？爱将这缘啊，给转变做发缘，安尼就好咯。啊，你呀、啊，爱会向你去转变。啊，这是说明。现在人讲的六六共识啦，这是一个真无正常的现象，冤冤相报的业缘啦，这种的报复是愈来愈严重，因为什么呢？伊未报加拄拄啊好啊，伊总是爱想加占一点便宜。大家人啊，拢有这个心，所以这个果报就非常的惨烈。这是咱必须爱知影，所以佛说这个啊，世间有刀兵劫，刀兵劫的战争啊，战争的起源在倒位，就是杀生啊。要若想要好世间永远无战争，何况一句话。除非众生无食肉，一切众生拢无食肉了，这个世间就无战争了。不敌危险，何修用法？啊，只知呀作恶啊，只知呀杀害这众生。满足家己的口福，唔知影后果不堪设想。富贵的人，咱嘛看袂少咯。富贵的人，职业上介重，为什么每顿拢要食歪？这不得了啊！果报唔免等个来生啊，现前啊就看到咯。看到什么果报呢？就是今仔日所讲的老人病啊，而且口气无断，倒伫个门床的，人事拢唔知影，一个倒倒七八年、十几年、二十年拢有啊。伊迄个福报是倒伫遐咧享受啊，伊袂死啊。啊，一工爱请三班的护士咪，你来甲照顾，一年唔知影都要用偌济钱，可以伫遐咧享受啊。一个人得着老人病，一家啊拢袂安啊，精神上拢会受刺激。这就是伊个花报啊！这个痛是我痛啊！唔知影这个病对倒位来啊！现在讲这个老人病啊，呀，恁啊详细搁较观察，善恰人绝对袂着这个病，病袂起啊！这种病只有有钱的人啊、富贵的人啊，伊才会着这个病啊！你那是知影，伊这个官员就是啊，杀业太重，每一工每顿杀害动物，所以伊得到这个果报。也伫咱佛门内面。在台湾现在，在台湾啊，戒律修得非常的好，对戒学有研究，也有读书的
弘法法师，这位法师跟我也是好朋友，阿未出家之前，在军中服务，在军中呢，将士的业务啊是军师，就是管钱财啊。手里管的钱财就方便真多咯。伊跟我讲，伊每一天啊爱食一只鸡，食真多年啊，一年360只，三年都1000只咯。未少年啊，以后出家咯，出家。修行算相当袂歹，有一天在洗身躯，在浴巾内面，忽然间看到这个浴巾拢总拢是鸡，跳在身躯的，伊就闪来啊，闪去啊，就跋一倒啊，脚也断去了，残废了，坐轮椅啊，伊跟我讲。伊讲我这是学佛世界，当最轻薄啊！姐姐知影讲，这个因果报应的可怕。如果那无学佛，也果报啊，就非常非常的惨咯。该在也是学佛啦，这个业障消除去一部分，无会当消除个清净，所以呢，应当爱发愿，愿家己往生成佛了后，一定爱生多者的。众生，家己杀害众生，我成道你啊！你唔通来找麻烦，唔通障碍我。你障碍我，我袂当成就。你掠伫个六道受苦啊！啊，我成就了，一定在成道你。所以呢，回向机内面有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多苦啊！这三多苦啊，内面。第一优先得到的是家家己有缘受的，啊，这些众生优先得到，这是讲何修用法啦、啊？这个用法就是讲这个五通五修，啊，也能真正通达佛法咯。所以一定要常常会记得，遇到一些动物，咱也都要给它念佛，给它回向，给它助念。啊，最普通的念阿弥陀佛，回向可以啊。啊，如果会向念三皈依的，那就更加好了。给伊啊念三皈依。跟咱普通三皈依念佛是无共款，皈依佛不对地狱，皈依法不对恶鬼，皈依经不对妄想，妄想就是得生啊。对三恶道的众生，咱念啊，即个三皈依后面是这三句。遇到一切动物，拢会当甲伊念佛回向，甲伊也念三皈依。果有穷奇，果多龙蟒阴鸦痴恶，这个痴就是咱常讲的白痴。安公，这个安公就是咱现在所讲的精神分裂啦、
人消消颠颠呢，才会拢是过去杀害众生太多所得到的才会果报，才会果报拢是受痛，这也不是受烧啊，烧在三途啊。该因见识不行道德，不肯为先，这类的人呢，咱今仔日社会上看得真多。所讲的是残障啊，这些拢是属于残障。但对咱同情、甲怜悯的啊。啊，或者动手对有这些人，应当以平等慈悲心来开导伊啊，可以家己感悟，可以家己明了，真正忏悔，对有这些障碍，拢会当有转机。换一句话讲。以这个忏悔的力量啊，是不是勇命？信心是不是坚定？果然勇命坚定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这个的学佛。传记内面历代拢有记载，痴迷的人目睭会当恢复，臭耳的人会当恢复听觉，这是要靠家己真正修持的功夫啊！以后上啊，无可能做到的，这个感应不可思议啊！那问题呢，就是肯不肯相信啊？要若不肯相信，那就无办法咯。所以这个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你若要说明伊的原理，那就是大乘经常常讲的：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所以心是主宰呀、啊，心先。原先这个身体自然就正常健康，既有尊贵，何乎贤明，中者地用在达，这是世间咱看到先的果报啊。头前所讲的是不先的，不先是因为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先，作恶多端所干的。咱看到先的果报对对来呢，该有宿世诸好，修仙积德所得。呀，今仔日咱伫社会上看到。享受好果报的，这是真心修的。我倒转来想咱家己，咱的真心是唔是有修大善呢？也无做大恶，所以咱的果报啊真平常啊。这个。六军无缺陷，身体也算正常啊。伫社会上也无真悬的地位，也无真侪财富，这都是啊，过去生中啊无大恶，也无修大善，
啊，这是咱的古布。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，知影恶的古布啊，真可怕。知影可怕咯，绝对也袂作恶。善果呢是会当求会到的，应当积德修善，自自然然就会得到。亲像明朝完了还基书，就是一个上界好的榜样。其实亲像完了还这种人，伫中国真多真多啊。不过呢，无文理写出来，甲伊宣传哩啊，领迄种人太侪咯。了凡基师是因为家己从家己的遭遇经验修持因果写出来，甲伊的子孙讲，希望世世代代拢啊明了这个事实，认真去修学。改造命运，所以以这本小本册流通加真正快。啊，在民国初年，印光法师一生就是做这个印上佛经显著，也藏世林。端恶修仙，老实念佛，对有了凡四分，感应篇、安书专书记三项的物件，伊老大人一生是极力的提倡。信徒上以老大人的供养。真多啊！伊将这个钱伫苏州办一个弘化社，就那亲像佛经流通处共款，印了啊真多真多书，有完全拢经商的，有半价流通的，有成本流通的。伊是看你有力量来买啊，你就提钱来买，这个钱提来了做应景的基金，你真需要无钱的就送乎你了。对有独家讲的这三种子，然后和尚印上的上盖最，我爹。1977年，伫香港讲经，住伫个中华佛教图书馆，伊内面的收藏的这个弘化社的书收藏袂少。我常常去掀着后面的版权页，这个书有印到20多版，每一版呢，少的是1万册、2万册，多的是5万册啊、7万册，不得了啊！我给小可统计一下咧，以这三种珠，老和尚在世一生至少印超过300万册以上。我迄个时阵知影讲这个情形，也真正着惊。任何经典流通量无遮大。这三个物件拢唔是佛经，为什么印光法师这么注重大力来流通呢？以后才想到老和尚的苦心，如果人未当深信因果，学佛也无路用啊，也未当得到真正利益。所以佛法是建立在深信因果的基础上，所以伊对有
这三项物件不遗余力的来推广、来宣传。也我对香港登去台北了后咧，伫台北的高雄，我就开工了凡四训，讲感应篇，讲音质文，讲未周边啊。这下当讲是，拢是受到印光老法师的启示啊。要学分啦，就爱对这个所在奠定基础，怎样通修仙积德？对哦，今世来生，拢有决定的好处。世界有处，目前现世，这个讲世间眼前咱看到的这些事实，这些事实随时随处拢会当看到。寿终之后，立即有命，专心修心，改行易道，各有逆力，勤修挽回如当之俗。头前讲的勇气孤独，拢是花布啊，迄是这一生的痛苦啊。现在即个甲咱讲孤布，叫做修咯。受终也后，恶心一定感到恶道，有命是指恶鬼地狱，去遐去受苦咯。专心修心，这死了后就去恶道内面去啊！改行易道，行是身体的形状。如果去贴身道投胎，伊就变作贴身身咯。在恶鬼道内面，伊就得的是恶鬼身；地狱道啊，是地狱身，身的形状啊，无共款。改生，这一生啊，在人道啊，来生去三恶道，都也无共款啊。你咧就是啊，地狱，这是梵文的音译，梵文的音称你咧，梵作中国的意思就是地狱。勤修挽回如当啊，这是讲精神。三摩都讲了地狱，讲了精神，五鬼道的当中啊，当然就包括了地狱、五鬼贴身啊。这三种到底都会来的恶念嘛，恶行所干的呀，所变现出来呀，这款代志啊，也是真正有啊，唔通抓做讲这是假设的呀，这是大家人的幻想啊，那就错了。民国初年，姜太炎老居士在世时阵，姜太炎是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啊，知影伊人真多啊，读到伊文章的人也真多啊。伊的囝婿朱敬钓老居士，晚年
伫台湾多见。我熟悉朱老技术的时阵，伊是71厉害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我才20几岁。伊老大人原职的时阵，咱就是91岁。伫台中原职的，伊甲李炳南老技术是当年。我学佛咧，伊帮助我真多。伊讲伊老丈人的代志，迄个时阵经常讲故事讲给阮听。以后伊写伫个书里，伊有一本八大人格经的讲记，内面即个故事写伫即内面，注意将来有机会会去看到。将太阳嘛在世，得罪着袁世凯。袁世凯迄个时阵做大总统的时阵，怎样得罪伊呢？就是唔肯骂伊啊！袁世凯真歹啊，人拢骂伊，伊唔骂。人问伊为什么唔骂，伊讲唔值得咁骂。这个话传到袁世凯耳腔内，袁世凯听到非常受气啊！伊也无什么罪名，有什么罪名呢？但是啊，该啊抓去，监狱内面啊，甲关伊一个月啊，监狱内面甲关伊一个月。伊讲伊对监狱出来了后啊，伊就去拄着鬼咯，做这个当狱大地的判官。伊讲较暗时啊。有小鬼跟一顶轿，迄个上面还佫坐轿，啊，跟轿来送伊去上班。到第二天早起，天特别光的时阵，咱带着上公过堤的时阵，这两个小鬼佫甲伊跟倒转来，送转来咯。伊真辛苦，明日拢袂当休困啦，暗时要去阴州地府去上班啦。这个代志也是真的啊，但是迄个时阵，朱敬的老技师对这款代志拢唔相信。哎，如果确实，伊暗时咧困的时阵，甲死人同款，摇都摇袂精神啊。普通一般人，你甲叫的时阵，伊会精神啊，伊袂精神。一定爱到第二天早起，伊才会精神啊。确实啊，伊是去上班咯。伊讲啊，有一天试看卖，我来试看卖，写一个请假条，请一天假，看会用哩袂？伊就用黄纸写一个请假条，伫门口甲烧烧的。果然迄暗啊，小鬼啊，无来了。当狱大帝管五省啊！五省内面，即个生生死死，伊拢管啦。伊啊，常常从即个阴间内面所看到即个代志，甲伊即个朋友讲。大概来讲咧，阴间甲咱的阳世啊，是真正相似啊。不过啊，唯一啊，即个现象啊，就是阴间内面啊。未看到日头，天气啊，永远是乌阴天呀、啊。未看到日头，也看未到月亮，天星拢看未到。但是寿命长，伊底下也阁看到，也有东条、中条的鬼啊，拢看到。因为伊是读书人啊，读到古人的文章，底下拢有记名。所以啊，鬼道的寿命比人间较长。有一摆想到什么呢？地下内面啊，有一种刑法叫做炮烙。炮烙是什么？是当挑，给烧真红，人就摸到迄个条啊。伊讲这个是刑法，非常的残酷啊。伊就啊，发到一个慈悲心。甲迄个当下大帝建议，是毋是会当将这个刑法废除？啊，当下大帝听到伊也无讲话，伊就甲伊讲：
你去看卖，你去现场去看卖。好啊，当个代就派两个小鬼带伊啊去现场去，行真远，小鬼甲伊讲到地了，伊看无啊。即下啊，才想着讲啊，佛经内面所讲的业力变现的，伊家己本身无即个业，看袂着，这才明了啊。所以地狱、地藏经上讲得真清楚，地狱只有两种人看会到，一种人受业力去受罪，地狱对倒位来，业力变现出来啊。你无这个业力伫面前，你嘛看袂到。第二种啊是菩萨，是要去地狱内面啊去度众生，菩萨伊看会到。普通的人是绝对看袂到。所以对这代志就知影讲，不但是地狱道、六道、十法界。拢是自性变现的境界啊！真正亲像《华严经》所讲的“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”啊。《大乘经》常常讲啊，是法界依照庄严对对来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。这是佛种无著的来源，一句话甲咱交代个真清楚、真明白。一路世法六恶皆苦局行，这是啊，比如实在讲，比如是比如这方法。这个所在跟世间的路啊同款啊，你犯罪判刑罚咯，关到监狱咯。现在监狱内面的刑罚较少咯，较早监狱内面用刑用啊真重，所以讲极苦极刑。分心命精。这魂是命精，就是咱中国人讲的人的灵魂啦。随罪处向，随着伊在生造作的罪业，自然变现出这个境界，伊爱去受这个果报啊。所受受命，或长或短。这个寿命的长短，也都是受罪的迄个期限。伊受罪是受较长，或者是受较短，拢是由于前世所造作的罪业的轻重。伊若做较轻，伊所受的迄个罪就短，也都会当炸出来，造作加真重。呀，伊修的罪就真长咯。啊，这个咱啊一定爱知影。和尚讲，心和众生三无差别，这个量是相等的。佛是不是会救这些众生呢？佛无能力啊，但是佛知影这个原理，佛知影方法，有缘拄到佛法，你会当相信，会当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，就是讲对地狱也会当立刻。超出，惊呀！是你
唔去相信，唔肯回头，就冇办法咯。呀，这个罪业啊，罪业就真正重，而且真长。上将降生，敬上报上，这句话就是冤冤相报，互相的残害，用恶灭尽，将不得离，电转机中，雷劫难出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这几句说明了恶道内面感受结果的状况，你的罪无受尽，你就无办法出来。地狱罪受尽了，去五鬼道受罪，五鬼道受尽了，结果变众生去害罪。你过去杀害的众生，你今仔日用命去伤害，欠命的害命，欠钱的害钱啊！你如果真正将事实看清楚，你就真正的明了，咱伫个世间，人甲人之间，讲多一人占便宜，多一人吃亏，无这款代志，绝对是无的。为什么呢？后来啊，有补偿的啊，我这一生啊，侵占着别人，来生爱害伊啊。俗语上讲，吃一半斤，害八两啊！一面古布啊，丝毫都未差。我把酒内面看个清清楚楚，甲咱讲这也痛不可言啦、啊。这世间人武器没些颠倒。做这些罪业，天地之间自然有序，这就是说明因果不虚啊。必有报应，这个报应是自然的，无人主宰呀、啊，不是佛菩萨的做主。也不是上帝，也不是阎罗王，自自然然干掉的啊！就像咱常讲的，你有所思，也有所梦。人心地真好，道真善良，伊做的梦是好梦。心性险恶、坏事，做的梦啊，拢是恶梦。这个境界对对来了，不是别人变天乎你，是自自然然。你以为这六道里面的果报就亲像这款呢？水报即时报应，善恶回动轨迹。咱现在正伫咧做恶业、做善业的时阵，果报现在就无报。现在无报，过一个时阵就会报。所以看你做的啊，这个心啊，你做的这个行，如果是命真强烈，古报这一生就看到了，晚年就看到了。啊，如果不是啊，真命真强，古报在哪一世？所以啊，亲像了凡技术迄款呢，伊知影讲。但呀，这个命运啊是家己做，家己啊会当改，
伊就对有仙特别加强。伊仙的果报唔免到来生啊，这一生就现前咯。伊就得到这个好的果报咯。仙路拢是同款啊，如果咱真正知影咯，会当去断恶去修仙，这就会改变咱万年的环境。这是啊，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聪明。咱搁看下面这段，下面这段是讲道恶，头前是讲杀生恶，一个搁甲咱讲偷盗恶。第二者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或是法律，这个多呢，是这多，也用咱现在话来讲呢，都是礼节，礼是有这多呀。未使超过，也未使无够，有标准啊，像这个度量衡同款，有标准的啊。法律就是咱的生活规范的标准，无遵守法律，这就犯法咯。恰言骄穷，吝心自诛，这就讲是啊，超过了法律，超过了道德，这就是啊，做罪业。范围非常的广泛，那是指能去偷盗别人的物件，这当然是盗啊。佛家讲的盗，是不有主，不如主呢，主人无同意，你家己摕来，这叫做盗啊。得来的方法真多，或者是主人家己亲身送你的，但是呢，不是甘心情愿，那嘛叫盗啊！啊，你是用其他的方法压迫伊啊，伊袂当无甲你送礼，袂当无来甲你乌西，绝对不是伊甘心情愿呢，这拢总叫做盗。所以伊的范围就非常非常的宽咯。下面呢，甲咱几个例，故相不明，这个相是领袖啊。伫古早是帝王，现在是国家的元首，如果伊糊里糊涂，在位不正，就是讲伊的官僚、官员贪赃枉法。心术啊不正，不是咧替老百姓谋福利，想尽方法榨取百姓的努力财物来供养家己，这是啊大盗啊！含人冤枉啊！咱伫个历史上看到真多咯，现世就卖讲咯。伫历史上看到真多，为什么要陷害伊呢？为着要夺取伊的官位，夺取伊的财富，夺取伊的官俗，拢总是盗心啊。损害忠良，
这拢总啊，拢是道业。心叫国义，这都是嘴内面讲的，甲心肝内想的是无共款。心内想的啊，是要大出对方的利益，嘴内面用一种欺诈，这种方法。机会多端，这个机会是指伊的用心，疑心诡诈。准备中我经常去讲，尊是尊重，欺骗尊重。这个尊重，拢有产业，希望家己得到，用种种方法欺骗伊啊。B 是下卡的人，中是家己厝内人，我是家己厝内以外人。哇，这句话讲，无论对尊、对比、对厝内人、对外人，拢总欺骗，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亲会故妻，欲诸何计？欲谈道友，利害幸福，结婚成仇。好家忘心不顾前后，这种因果拢讲出来了。用这款不正当的心理、不正当的手段，试问你下当得到是偌多呢？你会当占偌久呢？伊无考虑这个事实。如果考虑这个事实，自自然然，伊就放手了，就唔肯去做了。哎，知影讲得来是真有限，而且得到的啊，必定是命中所有的。命对若无，偷都偷袂着。迄个贼仔今仔日偷偌济物件，命对有的。你命对若无，你去偷看嘛？你看偷会来，偷袂来？玩弄啊，真正是玩弄啊！所以古人讲，君子落地做君子，少林玩弄啊，做少林啊。你用什么手段得来呢？拢总是你命对有的，命对若无的时阵，你绝对得袂着。只是做罪业而已。命对有的，做贼仔做强盗的，伊同款享受，袂去予警察抓去啊。命对若无的，才偷一点仔，马上就抓去，就去坐监咯。命对无啊，这款物件唔是运气好啊，运气无好啊，唔是运气的代志，是你命对无啊。你会当享福偌久啊？凡是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，无论得来是财富、地位，拢袂当保持啊，真久。伊唔是对积功累德啊得来啊，积功累德才会当保持真久。用这种这个啊机会干杂所得到呀，拢啊保持袂久。这个人一定爱知影，这个啊拢是
非常非常的牛气，每些点都做事做理，欲助何计啊？也心内啊所想的，拢是助理，拢是自私自利。欲贪多有贪利不厌嘛。厉害是讲伊所得到的，幸福是伊骄慢心的流露，大项都要赢过别人，在这地位、在财富、在种种的，伊要超胜别人，安尼自自然然，甲真正侪人结怨结仇。为什么呢？伤害别人太多了，伤害别人太深了，也福报享尽了，后面这个苦报啊就现前了，破家亡身，咱所讲的是家破人亡啊。这是痛啊，这是花布啊，不过前后，这个前后是前因后果啊，伊唔知呀前因后果，所以伊敢做敢为，到古不现前咯。后悔已经袂赴咯，何有见笑不肯习武？这底世间人也常常看到，富贵的人当生啊，见贪啊。唔愿意帮助别人，爱不贪中，心劳辛苦，这是形容咱中国俗语所讲的啊，守财奴啊。一生当中，将这个财物看得太重了，未向你运用也财物来修福，来积德，也未向你。而且什么财富最时阵？因为啊，伊未向运用，颠倒做了真重的罪业，所以心劳辛苦、操心啊。如何保护财产未失去？如何保护财产未贬值？实在讲，拢总拢是错用了心。为什么呢？伊的寿命有限啦、啊，这敢早会去呢？一项都早未去啊！大限那是到呢，拢是别人的，无一项是家己的。这都是伊未歇啊！如是至敬。无伊随家，到伊啊命中的时阵，
一项都炸袂起，无一项得起啊！这都是古德啊、上讲啊、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心啊！你一生所做的善业、恶业，会得你起啊！这个世间一切功名富贵财物，你一项都拢炸袂起。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聪明的人，会知影早会去的，我要啊好好甲修，我要珍惜伊。早袂去的啊，唔免去管伊，唔免伫这顶面啊加用精神，这是错误的。善恶好好对命所生，现在乐处。一粒苦毒，这是讲你一生修仙积德，你所得到的是福报。你一生作恶多端，你积损人，你必定得灾祸。这个业力啊，一定支配你。善人生在乐处，得人天福报；恶人一定入三途。这个苦毒呢，就是指这个地狱、恶鬼、苦、地狱毒啊。苦毒是指三恶道，有些见贤正谤，不思无及，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诸穷极，消散福处。这个所在所讲的道业，往往咱疏忽了，嫉妒嗔恨，经过好安尼一个讲呢，咱呐详细去思维一个，确实嘛是道心。啊，为什么嫉妒？无愿意看到别人比家己好，这个就是无正常的心吗？希望别人啊，拢不如家己，这拢是属于道心。看到善人，看到善事，心肝内袂欢喜啊，或者是加以诽谤，加以批评。如果是一个善人，伊迄个态度就无同款咯。善人看到善人，看到好事，也生欢喜心。不但欢喜，而且伊知影讲随喜功德，所以尽心尽力去帮助伊，成全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善人在这方面是这方人的好榜样，善事必定会当利益大众。成人之美，就是成就家己的德行。换一句话讲，妨害别人、障碍别人，正是家己伫咧做
业当的罪业，胸怀道心，希望别人的好处来家己来受用，受用完了，再搁想办法去找。换一句话讲，享受现成的啊，这就是属于道心。心明克己啊，将你恶道，只有三毒无量苦恼，电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痛不可言啊。这个所在所讲的心明克己，这里字念破音字，无念色，念字啊，念字，字就是记载意思。甲这个言字平一个字关的字是同一个意思。古时阵这两字通用，这个心明就是讲这个天地鬼神呐、啊，你做作个善恶，天地鬼神呐、啊，迄地拢有记载啊。这是讲这件代志，天地鬼神是不是真正有记载？也真正有。真的未假啊！然后在高僧端是多一位法师，我未记得了。新经端里面马乌，伊迄个神通啊，真正是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伊是拄到一个秀才。这个秀才也写文章，大概啊写了啊，总是对有世间善人的批评，恶意的诽谤，也是泄愤啦。泄愤了就刷去就给烧烧去咯。啊，拄到这位法师，这位法师就甲伊讲：“你心思不正。”伊讲：“你哪会知影？”伊讲：“我知影。”你看他下界什么款的物件，伊死都唔承认，唔承认，对落地下来，对摸出来，互你看，是不是这个？惊死咯！也个爹啊，明明小气咯，伊那会对落地下来，对摸出来呢？所以讲实在话啊，咱个啊，一举一动、起心动念，就亲像电脑内面拢总有记录存在啊。唔是天地鬼神伊去记啊，伊有办法看到咱的档案啊，咱的档案伊拢有啊，这是真的啊，唔是假啊。起心动念啊，好甲人讲，阿赖耶识就是档案啊，档案库啊，不但这生，过去生生世世拢伫迄内面啊。阿赖耶识叫做总识，总就真就仓库共款，所有一切资料拢总伫内面啦。有能力的人，从迄个档案拍开的时阵，伊也袂当搁着提咯。这是佛法甲咱讲出一个原理。所以通常世间法里面讲，阎罗王遐有生死簿啊，阴曹地府业镜台啊，这些拢唔是啊虚妄的。如果咱真冷静的去想看卖，是非常可能，可能伊是事实，唔是一个虚构。所以呢？咱啊，起心动念来坚信咯，真正修行
伫倒位修行呢？伫起心动念之处啊，唔温存啊，有一个恶念，念念利益众生，绝对袂侵害众生，绝对袂伤害众生。这才真正成就家己的大德，这是啊，心明克己啊，将你恶道，最后必定是对三恶道。三恶道对对来呢？自有三毒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。这句话甲头前讲的天地之间自然有序，是同一个意思。啊，言语上讲的是无同款，意思境界完全同款。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这是指恶道的循环啊。地狱都最受满了，去五鬼道，五鬼道受完了，又去畜生道。恶道的循环啊，痛不可言啊。唯独佛家大菩萨现量，就是现前听目睭看到这个事实，甲咱讲真实的状况啊，咱今仔日就讲到这地。